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夏夏，今天给大家拆一期快递哈。我这个箱子还没整理，那天就急匆匆出门了。现在你看我空了三层，哎，不是四层吗？三层。哦，对，上面这层没有加热垫，没放加热垫，压根儿我加热垫坏了。这是黑王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一排全都是眼镜。哎，我发现现在眼镜真的是养的多了，真的爽死了，太帅了。怎么那么瘦呢？对，他没吃饭，这只也没吃，是吧？要蜕皮了啊，真好。那个叶子其实没什么用哈，摆设。哎呀，真好看，这好多都没吃饭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我得扣进去啊。起来了啊？睡过了吧你？哎，下面不是了。哦，金条。这只呢？这是下边，我看到了。我到底有多少只？这个应该是90吧。这是黑王，哇，黑咕隆咚的，真好看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好看！你看，这是新到的那只啊，你们前两天看到视频了应该。哎，这是卧槽卧槽，别别别，就我把这个现在这个探头弄出来了。探头在这儿啊，探头一定要固定好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说我这边太后悔了，探头没固定好，有时候会温度失控。你吃了吗？我看看。睡三少吃了这个白霜没吃啊？上礼拜怎么回事？你吃了吗？你也没吃，就吃了这死蛇是吧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来，我们来拆箱。我跟木子了半天啊。好，我们来开箱。嗯，先把指甲拿过来。我靠，你看这退了那么多皮，我白天暖和都出来晒太阳了。你看，我白天有时加热都不关的，让他们热着吧。喂两个算了，行，随便喂几个，然后把这支架拿过去，我们来开始拆箱。好，我们来对一下六个面。首先看一下单号，单号我是给你们直接过滤掉的，你们就看不到了。OK， 这什么？哦，没事，团着玩的。哇，他们都这么喜欢玩丝了？活是活着，我靠！这个人真的是除了逼阵啥都没放，但是这也是门技术啊。正常来说我都会觉得这会出意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把这丝袜解开。怎么都这么喜欢玩丝袜？每次都不能把丝袜扯坏啊，这样的话以后我就不能用来发货了。这丝袜也可以再裸着用一遍是吧？不是，我就再包一遍是吧？就再用一遍。这公母没分，不过算了，反正我也 不追究公母，是一对就行了。这也是一对活着。我们临时找俩盒放吧，是吧？就你了，称呢？啊，回来再称吧。我还是称一下吧，再着我就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太使劲了。这两条都是直线。哇！一条直线，它这是两条直线加一条大苗，这苗也不大呀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这两条直线各有千秋。这只挺凶是吧？这只挺弱的感觉。哎，进去。嘿，先扣上，就给它扣上，再找一个盒，就你吧，哎，
给你用这种大盒其实有点大材小用了，毕竟你个头太他妈小了。哎，我进去。我们这期视频其实到此为止差不多了啊，就是拆个三蛇，三条蛇。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直线啊，特满足，我都不知道我直线在哪儿。你看，我直线这条是，啊，这条也是，是吧？这条也是，这条也是，是吧？啊，然后雪白去哪儿了？不是这条，看错了。哪儿了？这条也是啊，我哥给他吵醒了，不好吧？啊，这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出来！这条也是，是不是神经病？我们的金条呢？对，然后就是这条，是吧？还有就是，哎。哪去了？这条啊，还有呢？我觉得还有一条直线，我他妈是放哪儿了？鬼玩意儿，出来！哎，不是这条，这条不对，还有一条在哪？在下边是吧？这儿了，看，啊，都是直线，真好，是吧？你头顶顶了个啥？白痴啊你！现在这不吃东西，这咋整？真是烦死！这些最近最后一顿喂的都是鼠，这都快喂满了，可以换一张纸了。这个最后一顿吃的都是马西啊！这些拿货来的时候就不吃鼠。我买了它五条，有一条直接挂了，就然后其他的全都除了就五条里就两条吃了鼠，其他都不吃，主要是价格真便宜。牛油当时我拿的那一组才600块钱，还是650，你看这价格真的不像是牛油的价格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人是死了就死了吧，你这个便宜啊，对吧？看，但是我其中还有几条贵的呢，嗯，600-700一条，是吧？死了咋整？不过算了，这个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智慧，对我来说就是损失，我就很难受。我这还有一个带回来一个，这我上次买回去给我老家用的，结果老家用不上，就是这个天猫精灵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双十一你们买东西了吗？对，我这边还是双十一，今天刚好是双十一。这个是给天猫精灵配套的，我也可以拿天猫精灵操控。经常看还有一个啊，我这当时就买了一对啊。现在天猫精灵好像才卖26块，就这玩意儿才卖26块钱。我当时买了一个40多，我当时想再买几个没什么用。你看双十一吧，233，你看这时间多好啊！那各位回见啊，拜拜，是吧？再见吧您嘞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什么的啊。真乱啊，我忍不了了啊，忍不了也得忍，因为我忍得住。再见。